这款工课不是你在做的啊！来，你先放，你先放的啊！来，哎呦，啊，总是莫活动一下筋骨，安尼身体唔才会老空惊啊！老夫人啊，你要活动筋骨，我也是无反对啊。但是唔是做这款粗重的工课，迄老爷在天之灵哪是知影这，我是受当不起啊！这老爷过身，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伊在生的时阵，上界挂念的，就是如同伊的前途。如今的一场火烧，上老爷为如同所破败一切，拢化为乌有啊！老夫人，你莫再悲伤了。如同伊是真物代志。不但一个人打起所有的生活重担，每一暗也拢读经册，读到真熬。伊的前途，夫人，你是尽管放心吧。伊这个囡仔虽然好学，不过伊这刁钻的个性，对人对事总是袂晓转弯抹角、见机行事。我是烦恼伊这款个性。会害到伊呀，夫人，那这一点你更加放心。如同这个囡仔，智慧明达，又通晓各种世间学问，我看伊目前上界亏欠的是什么？是这外在历练呐，外在历练。嗯。古早人讲，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夫人，你若是放心，让伊如同去远行，去周游列国，增长见识，那伊的前途一定更加无可限量啊！哦、这敢真实嘞？当然嘛是真的，我绝对袂看唔到。如同伊的身上有德心。一行三脉的特点，这份清净心是人间罕有的，咱就爱成就伊，来利益众生啊！佛祖，阿娘，都到，你回来啊？哎呀，哎呦，佛祖佛祖，阿你也来啊？如同你真辛苦咯，未辛苦，未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啊，佛祖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工课要交代我，做你吩咐啊？如同，你先将工课放落来，佛祖要让你看一项物件。哦。来，你详细看，这是什么啊？哦。啊，这就石头啊。石头啊。搁看搁较详细呀！同款是石头啊，恁看袂出来吗？那呢，我就讲予恁听啊。这
石头这礼拜要做啥？舞蹈，来，这个姜子，辅助爱你提。这一声传看军机。哦，这只给你声传了。嗯，安怎？你唔敢吗？啊，这石头这尔硬，哪有法度一只声传呐？安妮 啊，我试看卖。你来，阿妮，我就开弓射石头哦。开弓打击，满天笑。哇，是玉啊呢！哎呀，原来这石头内底是有这么样细的玉啊！你玉中其中，水灵色真少，这就是我爱如同以一支下村的用意呀、啊！原来夫子早就看出这兵荒武器的石头，其实。是一块精致无比的破局啊！胡主啊，你是安怎？一眼就看穿呢？一眼看穿，哪有什么稀奇？这宝贵的是伊内中所含的真意呀、啊！真意是真意呀、啊！有两位小弟。今晚你要暗示就一算别算经营机会干要内中的真意是不为兵啊还那胡主你到底是要暗示什么呢也不是都为着你嘛为着我嗯玉器碎碎，爱情雕。我知，炼体成钢，你苦在遐，这是当然啊。我当心惊，苦应家。哦，也君子怀雕。君子怀一定，经书真正受用。如今你踮在国内，苏宁学习的已经是真有限了。都参照一块破玉同一样，正需要的是这个外在的历练雕磨啊。如同啊，辅助说的是啊，如此。你的知识甲见闻，唔只会当紧张啊！是啊，现在也应该是你优化各处去精工见闻的时阵咯。残风有话，我正想要按你做呢。也唔过，敢讲你无愿意信？
如同江西真好，真好，你确实是真正真有效啊！你尽管去吧，这苏家中的一切你不免烦恼，我会来替你照料啊。胡主，你唤醒修道已经完毕，资格极少，探出时有力四方，发挥你的才能。去度化民众，如果哪会当庶民明智，踏实行路，转恶为善，也可成就惠民，立受众生啊！也毋过阮阿娘，你若生气，就是对阿娘不好。这阿娘。如同啊，如同你此刻千万爱积极发心行道，首先就爱立志报四重恩，爱开发咱这份感恩心，积心报四恩，如此才能真紧得在道理，你就放心去吧，这一切有我呀。
是啊，如同你出去，若是看到有可能境界，咱就要当替代币，知好惜好，更要感恩啊。阿娘，我知影，咱爱感恩，就是父母恩。爱感恩，上报恩，感天地恩，也爱感恩众生恩。所谓菩萨所言，言苦众生，因为有苦难的众生，才会当成就菩萨道。一切一切，咱拢爱用感恩心来报这宿中恩。母主，阿娘啊，一心不困一情，这若无是永远得袂到智慧，你知无？我知啊。苦因，这是法的内涵，是要用信心、道心、比心来中央精进，不偏私，不执着，安尼才当使正法定住心间。你了解无？安尼我有了解。感谢苦姐姐，好了，今日就到这为止，恁先下去吧。是。Oh
哪真正无清醒啊？这，弟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让你老人家心情这么歹嘞？可以啊，你还会记住无？顶一届咱去寺庙，拄到一个富商，讲对你一见钟情啊，你敢会记住？哦，你是讲迄个财大气粗，会用俗字背哦？弟啊，莫代莫志。提起是要做什么啊？迄个富商叫做库里，伊讲选一个时间，就要来娶你啊！哈，娶我？伊凭什么？就凭伊恶势力，伊不但是咱国有名的大富商，又高阶地方的恶霸，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无人会当阻挡伊啊！如今阿爹去想，应该想些办法才对啊！是。不甲伊对抗，咱是鸡卵伫咧磕石头，阮吃亏的啊！你啊，可以。是啊，但一定要好好想些办法，想些办法嘞啊！这啊，有咯，阿爹，我有办法了。啊